慈善选美佳丽，体验轻轨喊太短。这群美女们开心的自拍，画面赏心悦目。她们占据整个高雄轻轨车厢，让这辆列车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女列车。来自80多国的慈善选美佳丽，昨天体验试乘轻轨参观高雄，有人开心的比手画脚，也有人开心的唱起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然后柬埔寨小姐她就非常的兴奋，说就是可以来参与这个轻轨的活动，因为在他们的国家是没有轻轨的，觉得很兴奋啊。但是他们觉得有一点短，他们想要再体验长一点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唤起我们国人对于真善美的一个关心关注。董新闻。高雄number one报道。